这是第一段莫非江山，就知影思想用实力往到标哥城所在，说不言别，我哩往到标哥里去。大是我错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用心，恁顶伫遮伫咧算命是？哎呀，这位姑娘，我甲你讲，这大师哦，真厉害呢！感谢是嘞，啊，我是说我啦，我想讲，过淡薄仔赶时间，会当我先算无？安尼是哦，好啦好啦，请。多谢你。算命先生，请你啊，请你啊，来讲师弟，我要互你算我的命。我无想要甲你算命啊，你赶紧走吧。算命先生的，我是要你赚，为什么你都无爱赚呢？真是要爱我算？当然啦、啊，你替人算命，讲技术人摕的道理。哦，我替人算命，无讲技术的道理，安尼你手伸出来，请慢。都是啊，你替遐个百姓伫咧算命。算是用抽签还是写字？为何你要算我的名字要用手呢？因为你特别水，无同款的算法。原来是安尼是，那呢我就予你算。滚嘞！哎，你是要做什么？你袂惊，让我算出一个成绩，你就是妖精。用心啊！这个人就是妖孽，现在面对所在这边做梦，你要得小心点。各位啊，我明明就是订婚了，不结婚是你有钱，都是一样。你是一个吃毛脑的哥，你们听上我的路线，你是妖怪呀、啊！来人呐、啊，为何起疑？妖怪，我把他们放进去，好你离开这里。我奇怪，那个范道主的用观看众人在处喧哗，到底是怎何事？来人有什么的？出名妖力，伊就是皮皮精来修行。站在凡间所在，伫咧做弄是非，我想你听哪起来，就是希望讲会当有官长处理。太好，太爷，你听我说道，明明就是伊，鬼看着我的面相，变成我的轻薄，伊就是一个老色盲，所以你听替我处理啊。我呐，请问这位老将夫？你如何称呼？我名唤琼珠啊，琼珠啊，看你白发苍苍，有你眼中这位女子是一个妖孽啊！唔对，这是妖怪，本官也无多人辨出，不如恁两人绝对到金銮宝殿回